有人要进行狼来了，兔子逃，大猎杀。不是一样。狼都吃了。赛前大家会先抽当狼的顺序，每一回合各有一位男狼跟女狼要进行猎捕，那其他人就是兔子。野狼捕获兔子，每只可以得一分。他被抓到之后，兔子就要原地暂停，等到回合结束。好，然后累积三分的可以前往总部挑选你要的配对。赢的人可以选。怎样才算捕捉到？好，要碰到才可以。那我们就是要躲起来吗？跑给他追，你可以躲，但是被发现叫到名字的时候，要学兔子跳走。好，就比如说追羊羊，比如说我看到王如甫，那你就只能跳。其实基本上就是稳死的啦，因为兔子跳也跳的速度绝对不可能快，跳没几下就累。香米跟香米配对，就两位香米获胜了，就早上说看谁获胜的多嘛。但目前他们都没有获胜。反正就是获胜了，获胜的评分奖。所以，其实以现在来讲，大家的是差不多的，因为大家都没资讯啊。你们现在没有任何讯息，你们待会也很难处理。就算我们拿了三分，也不知道选谁。只有你知道两个男生酸名是谁。对对，要直接报他们吗？我觉得主要是鞋子哥要讲女生的，因为女生很难猜哦。对，那五个我们真的都还不知道啊，一个都不知道，我们一个消息都没有。我先讲两个女生好了。好。这样子看你们有没有一些连结点，圈圈跟花花都是我想要配对的人，是我的伙伴。没有啊，但他还是两个身份都有可能，他有可能。对啊，他两个身份都有可能。他想跟香民配，他想跟香民配对。对，他一直酸民，他想跟香民配。他意思说他们是香民也有可能跟香民，酸民也有可能想跟香民。因为酸民跟香民配。但至少鞋子的释放出来的讯息是，这两个人是同一个身份的。对他们两个一定是香民，对，因为所以他们两个一定是香，这真的好难哦。他是酸民，也有可能是香民，对，他有可能是酸民在保护他或什么。对啊，对，就是我相信他就是讲反话了。鞋子哥有讲嘛？那我刚刚查的是圈圈，哎，不是查的是仁甫哥跟孟哲哥。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酸呢，一个是，对，就是啊。没有啊，就他就是酸啊，还有什么？为什么我就是酸？你智商又低又酸，你今天是怎样？不宜，因为我一从昨天就一直炮火猛烈。可是你要先说他是乡民啊，没有，但是也要他没有说他对对对，我就查到一个，他没有说我没有他是乡民，没有说他说结果是跟他想的是相反，对，相反，跟他预期的不一样，但他没有说他，然后你们都说因为他预期我都会是坏的，对，所以才觉得我是乡民，你这个 always 感对大家感觉就是都抽坏签的那个命啊。我觉得最可以让现场女生露出原形，就让他们直接讲，我来问他们到底是酸民还是香民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我觉得我们在场女生都不会说谎，真假的什么，很快就会透露。哎，那你们女生站一堆好不好？站一排，站一排。对啊，女生一排，我们让男生观察一下。男生也观察。女生现在资讯太少了，对对，这样看。你为什么脸就这样？我在想说我要讲酸民还是香民，这样子会比较保护。请问你好，一号花花。一号，请问你的身份是什么？我是香民，哎，不是，我是酸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为什么要这样质疑呢？为什么？不是你是什么？他会如他常说他是香民，他是香民，他是香民。你是香民，我是香民。魏如就已经演戏演到老屁股，对，完全是发自内心讲的。我是香民，奇怪，为什么我觉得他讲说。我是香民，我后面就出现他获胜的样子，耶！我演的太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浮出来，就跳起来了，内心超级雀跃，然后就很爽的笑我们几个很笨，对，然后现在在刻意隐瞒，就一切都以冷静，没有表淡定哦，对啊，我还是相信他。再来林，好，再来林莎，林莎，请问你的身份是？你问我的话，我一定是香民。你问我，你有这样子的方式讲，我觉得你妈都好笨，重来一次，没有重来了，没有重来了，等一下好难哦。他问的话，你一定是酸民，因为他不想要跟他配对啊，所以他已经跟他讲说他自己是酸民，让他不会去选他。但他也有可能是酸民啊，但他也有可能是乡民说反话啊。这个就自己判断，自己判断。哇塞，最厉害的是林莎哎。啊什么？我是乡民。对观众说的话，我是乡民。
哎呀，青青好像也没有什么线索。青青的我是知道了啦，所以他刚刚说真，对啊，我有问他，我问他，还有问豆花的啊。男生说，所以是哦，两一男一女当狼，女生抽这一排，对，那女生抽那排。现在可以开始躲了，对啊，现在开始躲了，番姐已经去躲了，番姐已经躲了，缺了，为什么这样啊？好，哇塞，缺了，然后那个室内不可以进去，这个是半露天的，可以。半露天，好，室内不行的，好。我应该要躲在一个好抓的地方吧？好抓的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感觉都是香菱，我也觉得。所以我应该，我刚刚本来想说，还是我们要躲在一个近一点。你应该是酸民吧？我不是啊，你是什么？我是香菱。你是香菱？是女生之间知道。我发誓啊！我为什么要发誓啊？我不要乱发誓、啊。女生之间知道也没女生知道又没。不要乱发誓。不要，对，不要乱发誓啊！所以你是骗人的。不是，是我不喜欢这件事。哦。这后面一定会被找啊！他们一定会找后面的啊！所以这边一定会被看到。其实我也不用怕被抓，我被抓又没有人敢跟我同队，我站在这里就好了。对，我送分，不要让他得分了。右边没有，右边没有，左边。我唯一感觉到，青青应该是香菱，所以他应该现在头脑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想要选谁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想要再让他当狼的时候让他抓我。我只能相信花花跟我一样是香菱，所以你是香菱，对。他跟我是香菱，所以他的两个男生里一定有一个香，一个是酸。你是香菱。对啊。我有讲错，我刚刚一直都是讲香菱啊。你是香菱，这个真的是因为你也很会演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如果啦，我 if 你现在告诉我的是真的。那我脑袋就已经有两个女酸民的人选了，就已经确定了。你如果一直认定我是香，你又是香，你一定会极力的。如果待会三分，你一定就是会极力的把我挑走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确定你是香？我是香啊。这么巧，我们刚好抽在同一组。哎，香民比例很高哎。三分之二，五分之三啊。对啊。我刚刚其实已经讲的够明显，我也不怕跟你分享了。即便你是酸的，我也无所谓。我刚刚说，仁甫跟君君是我想要搭档的。这样你就很清楚知道孟哲是什么身份啊？还有谁？因为一个就世元界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出戏演到最后你是酸民，嘿，节目就很精彩哦。我没那么聪明啊。你确定？几次来你们有觉得我这么聪明吗？是不是？好像也没看过你特别骗过谁。都是被骗的，永远都是相信别人，然后我选择信任鞋子，所以我打游击战。我只要看到鞋子，我就往鞋子跑。所以我不要先躲。好 ，OK。我要去那个帐篷里，可以吗？我在一个这么明显的地方，鞋子哥会找很快吗？希望鞋子哥没有骗我。刚刚他有偷偷跑来跟我讲，说叫我要相信他。你确定躲这啊？躲这 OK， 躲这可以。我就赌一把，赌他没有骗我。我穿这么红，这颜色还不好抓吗？我需要躲藏吗？但是鞋子哥到底是酸还是香啊？我其实只要他不选我，我应该就会赢了吧？因为班杰绝对是香菱。上算有诚意了吧，红色配粉红色，赶快来抓我吧！范慧如果出现的话，我就现身。如果是写字哥，我当然就去躲起来。但他看到你就被抓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是香菱，所以我给他送分，希望他会抓我。因为其实我是香菱，香菱配香菱就赢了。最好是啦。
你小心木板哦，你小心哦、喔，你真的要躲这里啊？嗯，帮我闭关。好。我不要让人家送分，虽然我是酸民，我也不想让人家送分。那你自己躲好，我们。好 ，OK。剩我一个，怎么办？吓屁吓！看了我吓什么东西？狼来了，兔子跑，大猎加油啦！第一回合，三分钟计时开始。其实三分钟其实很短，超级无敌短，超级无敌短。抓到你了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蹲下哦，暂停了，蹲下。好，我蹲下，我被抓到，我被抓到了。裤子套拿下来，暂停。我现在真的是有点难玩。听鞋子的之后呢，花花君君是铁好，不管怎样，林彦君是认定我是酸民。可是认定我是酸民的话，有可能酸民跳出来认定酸民吗？但我心里的底，我怎么有一点觉得林莎是酸民？因为前几年大家在聊的时候，只认他，他突然有停顿了一下。好，蹲着，不能动了。啊，看到我抓这样。我要给鞋子个抓的啦。我要赶快得三分才行。林彦君，抓。君君，抓。来顶部。嗨，你怎么会想到找这里呀、啊？因为我就说会有被东西盖住。好，拜拜，我要去抓人了。现在最不能选的是孟哲哥跟世元界跟班杰，他们三个一定有两个，一定有两个是酸民，所以。我等下锁定仁甫哥跟鞋子哥，他们应该不会骗我吧？游戏规则设得太难了，没有自查。我回来了。我刚刚给你抓，结果我先被那个……没事，慧茹，没事，碰到而已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对啊，我在这里，对。三个了。哦，有配对的权利了，你要选择。我觉得我刚试出了善意，很好。我要配的是君君，因为这是我非常确定的。君君被孙协志选了，配对了，请回总部。君君是乡民，不一定啊，说不定他是酸民啊。你不用回去，你这边等。他知道你的身份啊，他知道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啊，你一定是乡民，他才抓你啊！可是他如果是酸民，他也要抓我啊！对啊，倒霉了，拜拜！所以你一定是乡民啊！他到底是什么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刚刚有看到戴着兔子耳朵的人吗？我会找人。啊！不要了，我想要抓住这个机会。那慧茹还在抓人吗？啊，那我找他呗。对啊。我有计划啊，慧茹，你在哪里？啊！慧茹，我在这里。快！我在这里。抓他！来！抓！哎，抓他！我第二 round 我要救谁？哎呀！如果君君跟花花是乡民，那剩下的三个人
必出两个酸民。我唯一的线索，我只能先救香啦，我待会就抓人。第二 round， 我如果抓到三个人的话，我就救花花，我就找花花。哇，他如果没配到就没哎，可惜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刚好踩线，压线。你要选择谁配对？我要选。再选一次，不行，他已经走了，他配对了，你不能选他了。他已经成功了。你要选第二个，你有把握的。好难啊！不难吧？为什么？除非你刚骗我，不然不难啊。除非你刚骗我身份，不然一定不难，你一定很好选的。王仁甫跟许梦哲两个选一个，哎。还有一个男生，还有班杰啊。对啊，可是班杰会不会被遗漏掉？遗漏掉？啊，不会，对，那我选班杰。班杰被潘慧茹配对了，请回总部。班杰被潘慧茹配对了，请回总部。Yes， I'm so smart。你就在旁边而已。因为他是他刚跑出来让我送分，我要避开他，送分给他。三分钟开始。因为我找到你要赶快跟你讲，因为我怕你选我。那我跟你讲，我有感觉，女生林彦君，计时三分钟，女生酸民两个。我以为是，那个燕君跟潘慧茹讲。潘慧茹，我觉得是花花跟我。三名吗？对，花花跟我，不要选到这两个就可以。好。那你是第几个？第三，跟你一起。能不能？你现在就选燕君。我是。因为你只剩下三，对，那男生我就随便抓，对，女生的话我就选，你只要有抓到就好，我就选燕君，对，你只要选燕君你就过关了。Hello， 你好，有没有看到像穿这样的？有吗？你是工作人员。我觉得挑林彦君呢，然后潘慧茹，他一直处于一个不知道状况，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酸民，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玩。因为好人的逻辑很直接，我看到林莎跟潘慧茹是算命。我可以躲在里面吗？我可以躲在里面吧，我躲躲看，我躲过行李箱应该可以吧。哎，我太高估我自己了啊！我靠，躲行李箱。那行李箱是，还有东西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好难啊！林彦君，花花啊，花花啊，抓！抓两个，哇！一次两个，还有剩下谁啊？还有谁？剩一个人啊，剩许梦哲啊，剩许梦哲。那我们这一组就不会配对喽，那我们就不可能过啦。你这一个人吧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啊？这不是啊！
二一，第三回合，男郎四元界，女郎林莎，计时三分钟。哇，那这样第二回合等于就是一直在跑，都没有办法执行任务啊。对，我等第四弄给花花抓喽。真的要丢我里面吗？该换的新的，没有垃圾的。太拼了！好扯啊！好拼啊！这边也算吗？那边也有吗？那边有吗？有，那边都有。哦哦，狼人偶，没有跳了。怎么啦？可恶！快跑快跑，你快点跑，他不认得你是谁，不要看他，你不要看他，你就快跑，你快跑啦，不要看他，他不知道你是谁。快跑，你快跑，他不知道你是谁，他叫不出你的名字，小心小心，他叫不出你名字，这是谁？他叫不出来，你快跑。你被抓了吗？对啊，淘汰了。你是谁？快跑快跑，他是工作人员啊。谁？想说这是谁？耶，拖延成功，拖延成功。你是酸民哦，所以林莎也是酸民，你们两个酸的躺在一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在想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在一起，所以林莎是酸的。那我待会还要再找三个才能够，因为后面越难抓。哎，抓，好好，哎，燕君，哎呦，啊，这里会有稍微明显一点。室内没有啊？不会吧？这里面有东西吗？哎呀，孟哲，你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没有，我分数而已，我心里面已经有人选人选了。你等我一下。你确定哦？确定。等我。嘘，再讲。第三回合，时间还剩30秒。我可以抓你。现在只有1分而已哦。我现在抓你，因为我还要其他分数，我抓你，然后。那我拜托你，你有别人对不对？我有别人，那你不要跟我抢。好，我们两个不干涉，不干涉，不干涉，抓他，抓他。第三回合时间还剩30秒，有没有人回来？抓，花花。你没三分吗？还没，还有一个，还有孟泽。花花被抓了。没人，太好了。太棒了，他们一定躲得很好，啊，糟糕。好，一酸一酸一香，这样很难哎。所以要怎么办？徐梦泽酸的嘛，徐梦泽是酸。他如果要是酸，他就想拼命要抓人。对啊，他一定要拼命拿分的，他才去抓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他脑袋已经有底了，可能四个乡民已经过了，已经配成功。而且他一定要抓花花。对，我们现在只要花花，万一花花再过，他只要再配王仁甫，比赛就结束，完全结束。没有，宋鲁，坐下。
不能出声音。你看酸民，你的酸民被我爆出来。林莎是不是也是酸民？所以你们两个躲在一起，你跟林莎。接下来我们就赌，到底是孟哲先找到我们，还是我？这里是一次两只兔子吗？他跟我求婚啊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打了，不是要打扰我们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这里有洞，一次两分哦。你赶紧找别人吧。不好意思，抓，这样两分哦，我再一分。不是你为什么跪在这里？两分了，你们慢聊。我只能说，凶多吉少啊。怎么？我才刚讲说，看是花先找到，还是许梦哲先找到，结果就是梦哲先找到了。可以，躺在这里。嗯。够小只。哎，很难哎。Hello, QD， 你为什么躺在这里？抓！好，这样你也抓得到。你应该要躺一个浅色的。好。哎，狼来了！狼来了！快跑！我要选配对，就是呢，我要先赶快把上臂视角选掉，我要选花花。